校长指派我来惩罚你们的劳动项目，就从洗刷生态池开始。今天你们就把鱼和乌龟的家给我洗刷干净，开始吧。玩得挺开心的，这个惩罚是要锻炼你们俩的合作精神，不是让你们俩继续斗争的。学姐，你要再这样摔下去，我一会儿去医院了。谁让你四肢笨拙，反应迟钝，我都是被你拖累的。好吧好吧，我想想，要不然我们喊口令吧，怎么样？我喊一的时候，我们绑住的脚慢；喊二的时候，没有绑住的脚慢。不行，听我的，喊一只脚动，喊二就在动。来了，一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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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收钱了。谢谢。哎，兄弟，来吃饭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家最近出了两款新口味，你们下次可以试试。好的，好的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！对不起，学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知道人的眼睛长在前面是要做什么的吗？就是为了让你这种笨蛋不会撞到人。哦，小心小心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。你干嘛呀？你有水躲不就好了，用身体挡干嘛？这样比较帅。电影里面的浪漫桥段不都是这么演的吗？只可惜我想保护的人不对。那啊，想不到明天竟然请假，我做的爱心午餐没人吃了。没人吃给我吃啊，正好我肚子饿嘞。好吧，就当做是喂小狗狗好了。算你够可爱，给。谢谢学姐。哎，比打格斗赛还累。啊，比我打四次工都累。春花学姐，你给我等着。
好漂亮啊！嗯，你在哪里买的？什么买的？我自己做的。来，配上牛乳茶。嗯，米口的香，再配上三明治，简直就是绝配，完美。哈哈，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他的胃。我可是5岁就开始学做菜，我的愿望就是当贤妻良母。来一口吧，孙浩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能喝到牛乳茶已经很幸福了，要是能娶到学姐，就更幸福了。那当然，嘿嘿。哎，对了，学姐，我也很会煮菜，这样是不是可以抓住女孩子的心啊？这就要看你想抓住谁喽。嗯。方宇学姐啊，我看你抓住他的脚底板比较快。他们家的厨师可都是米其林餐厅等级的，你少自取其辱。切，我们家还是开大排档的呢，你别看不起我。有一天我肯定会抓住方宇学姐的心。明天，肉还没长呢，难怪洋人说，男人的喉结是亚当吃苹果时有一片不慎卡在喉咙里，形状还真像。这样不会不舒服吗？帮你掸掸灰。